今天的普拉提练的怎么样？我本来想给大家那个拍一拍的，就是他们买了一个，就是袜子是，就是我们正常的袜子不都是这样的吗？然后他们买那个袜子是五个脚趾头分明的那种，然后他就穿上那个袜子以后，他就过来跟我显摆，因为他买了一双，新买了一双，我妈买了一双，然后他们没有给我买，也没有我的号，然后他就穿上以后过来跟我显摆。然后怎么了？咱妈可笨是不是？嗯，你给大家讲。妈妈有点笨哈，就是连呼吸都学不会。人家说练普拉提最主要的是呼吸，就是你用嘴呼气，用鼻子吸气，然后很累。反正星星得出来放了四次屁。对，就是因为普拉提那个教室太小了，然后星星每次放屁都会，因为我在外面练器械，他就跑过来找我，然后他也在我这儿放个屁，然后就再进去去练。我觉得那个还真挺好，你就这么练练就能放好多屁。我在健身房练了一个小时，一个屁。哎，我练了半个小时以后，我就哐哐的放屁，然后又去拉屎，就是因为他的呼吸方式是一直要收腹的，然后他是鼻子吸气，然后嘴呼气。就是你的肚子这个位置就会特别特别的，不是星教我的是用鼻子吸气，呼气的时候是感觉腹部在发力，对吧？对，挺好，练吧。咱妈今天还说呢，练的时候浑身疼，练完了以后浑身轻松。健身我跟你讲，比什么营养品都有用，最有效的保养品一定是健身。人家说生啊，我的头发变柴了，好不容易把前两天来跟我一块儿，乖乖，有病吧？他们有点过。哦，他让咱们有点互动。我怎么把衣服脱了？有点凉。是吗？那我去给你拿褂子。我自己去吧。你给我拿什么颜色的？我去绿。你给我挑一个颜色。要不我给你弄这个毯子披什么？啊，也行。我给你弄个美人鱼吧，宝贝，你起来，我给你弄个美人鱼吧。啊，我给你弄一个。乖乖。啊。你叫我爸爸吧，还是爸爸？你起来，我给你弄去。来呀、啊！哎，闹的，今天可闹的。这样的那种是吗？嗯，这样我也会。很好看，你的头发，真的 ，it's so beautiful。你这样好像我要这里面，你这样好像巫师，宝贝。走开！女王闪亮登场，像个大虫子。我给你们学我哥的。哦，这啊。他在家的时候就啊！我互相伤害了。那我什么也不说。你把你放手。我不行，我发誓我什么也不说。说说说，行吧。行吧，你亲我一下，行吗？什么？他这个不是，他这个是巫师装扮，他这不是美人鱼装扮，他是巫师装扮。他说我像个大鲶鱼，你在想？嗯，像个大虫子。他说我像大鲶鱼，大肉虫。People can't sing, so the people can't sing。那我就给你拿个外套吧，一个。啊！别生气！生气了，你看，
生气了。他怎么可以说我是一个大肉虫？你至少你可以说我是一个，谁说你是个大肉虫？他可以说我是一个虫，但是绝对不可以是肉虫，因为肉虫很胖。哦，行。泥鳅也很胖。大长虫。啊，四川飞来的那个兵来啊，中。这从哪拿的这山楂呀？哎，我这个，哎，我这个壳怎么湿了呀？好像是有酒弄上面，还有一点喝 drink 吗？没啦，我不喝，没了，没啦。你看，这才是真酒，真酒是不上头的，完全没有感觉。那天喝那个假酒，楠楠是真的是今天不带货，明天带，明天下午两点。哎，楠楠是真的是姐姐，楠楠是比咱们俩年龄都大，比我年龄大不是很正常？比你年龄还大吗，宝贝？不知道。谢谢道理，谢谢道理的烟花。I fancy you。谢谢，谢谢你的烟花，谢谢，谢谢。干嘛呀？有点扎得慌。然后呢？我给你换那个造型不就好了？什么？就是那个造型，从胸口的那个。你的御用造型吗？不是，是吗？啊！你这样我就没法换了。你要又换了？我毛毛，你给我那个纸。